那就说说情况吧，你们谁先动的手啊？嗨，没什么，就是喝了点酒，这情绪一激动，其实也没事儿。人家李白斗酒诗百篇，你们这倒好，喝点酒就打架，还笑，你知道这是什么行为吗？哎，你们这不是正阳集团的精英吗？策划，经公司领导和几位专家的评审呢，最终小狗的策划胜出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就要成立一个专门的小组。哎，文俊啊，你可不要受什么情绪影响啊。哦，不会的。那就好。所以我希望你呢，能够协助小谷来完成这项工作。我知道了，总监。杨老师，我谢谢你。别那么客气。其实，杨老师那天的事儿都是我不好，我不应该说那么多的话。没关系的，都过去了。不痛快，就把心里的怨气都说出来。有什么怨气啊？甘拜下风，真是这么想的。我和小谷的案子，你选择了谁？不是你，要是我的话，我也会做出同样的选择。你怎么像个泄了气的皮球啊？你有你的优势和长处，你知道吗？最近我对自己很失望，自己都讨厌自己。也许小谷说的是对的，最近这段时间，在我内心深处，有一种说不清楚，自己对自己的原谅和妥协。工作不顺利的时候，就给自己台阶下。把原因全都推卸给自己家里的情况特殊。我现在把家庭当作是对新事物、新知识面前的迟钝、不进取的借口。我有这种念头，让我觉得我自己很堕落，很没出息。文君，你小子一点没变。刘浩回来了。思雨，没事儿。没事儿。
一千。你问这个干什么？我当然很幸福了。不像吗？那你是敏感过头了。真的是老了，最近在公司有点不顺。要不我干脆辞职算了。真的辞职啊？来养家糊口，谢谢。我们回去吧，杨柳快回来了。从那以后，文君再也没有跟我提起过公司的事情，也许是我说了不该说的话吧。可是，文君越是沉默，我的心就越是紧张，越感到是自己拖累了他。那表格，对，这新的表格都仔细看清楚。看你这个。你是担心文君吧？最近他的工作遇到了一些问题。不过，你要相信，你要相信他，明白吗？你一定要相信他。那就好。
是正阳集团。好，行，知道了。上次是我多嘴，对不起，但是我真的很希望你能知道我的想法，所以写了这封信给你。我过去一直都在走弯路，而你是一个总走直路的人。从小到大，我一直在绕着走弯路，所以不管做什么事，总是要慢很多。我第一次含糊不清地叫出爸爸妈妈的时候，14岁那年，爸爸妈妈高兴地流下了眼泪。当其他孩子什么话都会说的时候，我才好不容易开口说了第一句话。但是文君，就算你走点弯路，你还是会走到目的地的。这点，我对你深信不疑，因为我就是这样走到你身边的。而且已经在你身边了，所以无论你选择走什么样的路，就算是一条大弯路，我也不怕。只要跟你和杨柳在一起，不管是什么样的路，对我来说一定都是充满幸福和快乐的。我希望我们能一起走在你选择的路上，不管多远多难都算不了什么。所以文君，千万别为我勉强自己，这就是我想对你说的话。妈，妈，我回来了。妈，你怎么了？总监，哎，我想跟您请个假，今天我要早点回家。请假？嗯。啊，好，好，好，赶紧去回去，赶紧回去。小杨，我跟你说呀，啊，我接个电话啊。喂。我写完了。妈妈，手机。是爸爸吗？是去让我们吃饭吗？但是
是，我就是想和你在这里说说话，能和你结婚，我真的很高兴。和你在一起，我感到很幸福，所以我想在这里再向你求一次婚。柳思雨，我爱你，希望你陪着在一起。你还没有回答我呢，好不好？我还真的是有点不好意思。桥上见面。小谷，这是我修改的策划案，请你多提意见。从你身上我看到了很多值得学习的东西，我会像你一样去努力，以后请你多多指教。杨文俊。前辈就是前辈啊，姜还是老的辣。She is a girl. Good.A girl. She is a girl. She is a girl. 不是 girl, 而是 girl. Girl. A girl. 杨柳，你把你的舌头稍微卷一点点就好了，就像这个样子。Girl. She is a girl. Very good. 非常好，请走。暑假来了。小区开办了一个英语辅导班，杨柳报名参加了。刚开始我担心杨柳是一时心血来潮，坚持不了太长时间，没想到完全不是这样。杨柳坚持得很好，一放学就直接去英语辅导班，热情很高。虽然我还没有找到工作，但看着杨柳一天天的成长，心里还是很充实。Okay, now repeat after me. Happy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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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ad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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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ot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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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就是说你是南京人咯？嗯，我和我妈妈刚来这儿一个月。对了，你的英语这么好，怎么学的呀？
那是我妈教的。怪不得呢。对了，你妈妈她是干什么的呀？她是钢琴家。真了不起。哎，那你妈妈呢？啊？哦，我妈她是一个一般人。想要把英语学好啊，你要和你妈妈多练练，多练练就好了。啊？哦。我回来了。我好饿。我先去放好书包。想要练好英语啊，其实很简单，只要你和你妈妈多练练，反复练习几遍就好了。好吃，谢谢妈妈。今天杨柳到英语辅导班的小朋友家里做客，看着他兴高采烈的样子，我也跟着高兴。知道了，早点回来。妈，那我先走了。杨柳，夏天，走吧。嗯，快点了。我妈坐在家里等着咱们了，快点。知道了。妈，哎，回来了，快点开门。哟，你就是杨柳吧？嗯。阿姨好，来，请进，请进。这是我妈妈自己做的，让我带回来给你们尝尝。是吗？谢谢。哇，这个太好吃了，这个比你外面买的那个好吃多了。是吗？我给你尝尝。嗯，好吃。你妈妈的手艺还真不错。妈，你说你让我和杨柳好好学习，我看您倒不如跟人家杨柳妈妈好好学习学习。行。哎，杨柳，你家住几号楼？回头啊，我上门向你妈妈请教请教。杨柳，你妈妈做什么工作的？啊，你饿了吧？你们先在这坐会儿，我给你们做点吃的去。你在想什么？我知道你在想什么。那可不一定。要不咱们一起写出来。一、二、三，
8点多了，杨柳怎么还不回来？你也喜欢音乐呀、啊？嗯，要是你也喜欢，可以跟我们夏天一起练。真的？真的。走，回去跟你妈商量商量。阿姨，对不起。嗯。阿姨，我该回去了。啊，好，夏天，你好好练琴，我送送杨柳。哎，别别。我也正好出去转转，来，咱快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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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吧。妈妈，哟，咱们家的大客人回来了啊！这个课做的怎么样啊？挺好的。哦，来擦擦。嗯。杨柳啊。嗯。人家喜欢吃妈妈烤的小饼干吗？可喜欢了。哎，那你什么时候把你的那个小同学请到咱们家来做客啊？顺便把你那一压岁钱啊拿出来，买点小点心啊、水果呀、啊、糖啊什么的，咱们一块儿，对不对？哎，你看看你啊，这小气鬼，一说让你拿钱你就不吭声了。来来来，吃西瓜。来，吃。妈妈。没什么。来来来，甜不甜？嗯。This is Miss Li. She's my teacher. Hello, Miss Li. This is my daughter, 洋洋. Hello, 洋洋。你今天读的真不错，还是你这个老师好嘛？那是啊。嘿，你还真不客气。哎，对了，我给你样东西。嗯。什么？哦，我妈妈呀，她下个礼拜一有一个个人音乐会，邀请你来参加。真的？当然了，你能来吗？当然可以了，可是我一个人能去吗？这当然是你和你妈妈一起去了。哎，对了，我妈可说了，她非常欢迎你和你妈妈一起去，你可别忘了啊。嗯。去写作业了，我去写作业了。怎么了？没事呀。
谢谢。杨柳，杨柳，吃早饭了。来了。爸，嗯，你这是要干什么去啊？哦，出差开会。出差开会，我怎么不知道呀？忘了告诉咱们家的小公主了是吧？昨天晚上我回来的时候，你都睡着了呀。哦，爸爸，那你什么时候回来呀？大概两三天吧。哦。杨柳，你怎么了？没事儿，爸，那我送送您吧。好啊。爸爸，妈，你怎么也来了？好嘛，全家人一起送，走吧。杨柳，找我有事儿吗？那个，我爸爸要迟到了，等我回来再说，啊。我妈妈呀，她下个礼拜一有一个个人音乐会，邀请你来参加。我一个人能去吗？这当然是你和你妈妈一起去了。I'm going to do long jump. I'm going to do long jump. Amy is going to do high jump. Amy is going to do high jump. I'm going to run a race. I'm going to run a race. Practice.我不想去了。你别管，我不愿意学英语，就是不想去了，不为什么。我不去了。好，好，好，我去不就完了？
车了。我这么逼着他去上课，不知道对不对。在一切事情都没有搞清楚之前，也许我不该这样对待孩子。Clock, clock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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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rabbit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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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nake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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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clock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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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fish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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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ird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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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rabbit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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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rabbit. 杨柳今天没有来啊。谢阿姨，阿姐姐，我回来了，杨柳，你能不能告诉我们，你为什么不去英语辅导班了？如果要是你实在是不想去的话，我们也不会勉强。嗯，我们只是想知道你不想去的理由。没什么不愉快的事，哎，思雨，你去英语辅导班了？夏天，夏天不是杨柳的好朋友吗？妈妈，你看到夏天了，那你跟他说你是我妈妈了吗？他知道你是听不见吗？杨柳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杨柳，杨柳。杨柳，杨柳，这孩子到底怎么了？思雨，杨柳怎么能说谎呢？
你能理解杨柳，可是他。思雨，怎么会没关系呢？他这样做是不对的。杨柳的心情，我理解。如果他真的想隐瞒我是一个聋哑人的话，我也不在意，因为我是他的妈妈。无论发生什么，我都是他的妈妈。思雨。思雨，你已经很坚强了。现在，文君即使不靠手语，只要看我的表情，就知道我在想什么。我刚才想说的是，到底我还是无法带给你和杨柳幸福，只会给你们带来不幸。我的小公主，等你半天了。爸，你怎么没去上班呢？这不是为了等你吗？你难道不想和我一起走走吗？